叫啥呢嘛？那你们家二老师连半个月的比我做的还忙呢。小姐，我们可不敢笑你。来来来，一块吃嘛。小姐，我们可不能上主人桌子。那那来吃。来吧，吃吧。这还可厉害嘛，真的。这还真是我当年写的字儿。呵，刚才老爷您说了，您可是从来没见过贺桂琪的女儿。我见我是没见过呀，但是我知道啊，贺桂琪确确实实有个女儿。万一是个骗子呢？他有他的千条计，我有我的好主意。去，给我拿套衣服来。小姐，你就这一身衣服啊？叫你们老爷想办法呀！我就不信你们家没女人了，随便给我拿一套就行了。好。老爷，云秀要换衣服。那把心疼的几件衣服拿去让她换换吧。老爷，她还带着手枪呢。啥？手枪？是你大惊小怪的吗？军阀的女儿哪儿有不会舞枪弄炮的？你告诉他，石头利落了，到我书房来一下啊。是。小姐真好看，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呢，像天仙似的。这衣服呀，太不合适我了。你是没见我穿我自个儿的衣服，那才叫你惊呆了呢。云秀，老爷说了，让你到他书房去呢。行，你告诉我怎么走，我一会儿自个儿去。郭家大着呢，我们是怕你自己找不到。呀，那鼻子底下长嘴呢，不会问呐。我从陕西都跑到这儿来了，还找不着你们老爷的书房，太难看了。老爷，那云秀到现在还没到，要不，咱们家房子多，院子多，我估计是走迷了道儿。没事儿，这个女子聪明，一会儿肯定能找到。你们先出去吧。Thank you.
面上。我还想问你呢，我可盯了你半天了啊，你在这院里转来转去的，你干啥呢？盯了我半天，咋的？想耍流氓啊？你还别说啊，你长得还真有几分姿色，这身衣服也不错。第一次来吧？咋的？你来过几趟了？那当然了，这院我可来过，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地方。你也知道国家很有钱？那当然知道了，要不然我也不能来呀。哦，原来挂大锁的那个是郭家的银库。对。那你当然是来弄点银子啊，要不然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哎呀，看来咱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实话跟你说，我都来了几次菜点了，有一次还差点碰到他们巡逻家丁了。咋那么不小心呢？傻呀，躲着点儿啊。不是傻，就是没踩好点儿嘛。今天得亏遇到你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像你刚才那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你不怕再碰着他们？这院巡逻的人可多着呢。小偷小摸的那才怕呢，像我这样的江洋大盗根本不怕。你知道人这一辈子活个啥不？活个啥？就是要干大事儿，干大事儿才叫大盗。哦，早有准备呀！哎呦，怪不得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。这身衣服你是盗来的吧？这人呐，要干大事儿就得花血本儿。我就穿成这样，我大摇大摆在院子里走，我碰到家丁我都不怕。你知道我会跟他们说啥不？说啥？我是阎锡山的闺女，听说你们郭家有个少爷刚从日本留学回来，我看看他长得咋样啊？长得好的话，让我父母来提亲。高啊，你这手太高了！哎呦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，我见着高人了。高人虽说是高人吧，但是我这高人呢？也不轻易动手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既然咱俩能相遇，那就是缘分。今天马上就动手。怎么动手？这样吧，咱们行规不是说的好吗？不走空。对对对对对。咱俩联手，咋样？联手不妥吧？到最后你多我少，我少你多，再打起来，不妥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走，把这店让。行行行行行，我是个讲道理的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见面分一半。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咱俩既然相遇，那是缘分。这样吧，二一天做工，咋样？少点儿。你三我二，一言为定。动手。走。呀，这个咋开着锁？你咋有钥匙啊？我也是有备而来，这三把钥匙就这把能打开，我可磨了半年呢。我心肠的，你才是高人呢，就凭这一点儿，我觉得分你太少了，你四我一。客气客气，快快快，开锁，一会儿家丁来了。你不是说你不怕吗？
你说你是来相亲的呀？我一个人是不怕，可是我带着你咋说呀？你就说，我是你姐夫，跟你来的。行行行，那你赶紧试试这钥匙能不能开呀？试试，万一打不开可咋整啊？来呀，就这儿。别拿那个，拿金砖。你这胃口可不小啊！人心不足蛇吞象嘛。对，金砖好，拿金砖。动我就蹦了你！这是干啥？走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见郭庆雄。你是谁呀？是谁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郭家大小姐，专门负责银库的。你这个小贼，今天算你倒霉，落在本小姐手里了。走。哎呦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放回去。不行，这是罪证，拿着。啊，拿着。走。走。哎呀，这云秀也该来了。老爷，这个女人会不会跑了呢？小姐，到底是干啥的？你说我干啥的？我专门收拾你这江洋大盗的。站住！你不是踩点踩得准吗？郭家老爷的书房在哪儿？啊？郭家老爷书房在哪儿？啊，那边，往那边走，那边。走！哎，这枪离远点啊！离远点，你好跑呀！我不跑，别走火！走火？这会儿害怕了？我看你偷金砖的时候胆大的呢嘛！看你这人五人六的，长得人模狗样的，你看你干这营生吧？啊！不，我一改了，以后年轻轻的不学好。是那个屋吗？对，就请，把手举高了。哎，倒霉，落在我手里了。郭老爷，喊人，我给你抓个大盗。把枪放下，你快喊人，你看，拿着金砖呢。爸，